万圣节快乐！不给糖就捣蛋。整个万圣城期间，大家都能够无忧无虑，一起搞怪哦，抒发大家自己的平常的压力。那这就是我们最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啦，不给糖就捣蛋。 Kiwi 姐姐，我跟你说，2024年啊，万圣节活动一定要来的就是捣蛋鬼学院，要来这边上课啦，来这边上课啦。捣蛋鬼学院的主任来了。大家好，今年呢，我们2024捣蛋鬼学院正式开幕啦，所以呢，一共9天，大家一定要来我们捣蛋鬼学院上课喽。没问题。真的嘞，这个捣蛋鬼学院看起来超级好玩的，主任，你有没有最推荐哪一个？哦，最推荐哦，有点难，我每个都很喜欢呢。我们有黑白讲学院，可以让你在里面哦，把这个英格利许啊，能够在黑白讲一下。我们还有装糊涂学院哦，带着大家一起来捣蛋哦。那我们这个捣蛋鬼学堂呢，也非常的好拍。那更不能错过的是我们这个捣蛋鬼校车啦，捣蛋鬼们都搭着我们这个有点恐怖的校车一起上学去哦。哇，你这样讲完，真的好像很好玩呢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，我好想赶快上校车试试我的胆量哦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哦能够突破我们这些恐怖又有点搞怪的关卡，我们还会发给大家结业证书哦。哦，那还不赶快去上学？出发 ，Go！ 现在第一堂课就要来学会恶作剧喽，所以我们来到了恶作剧学院，就是我们身后这一个传声筒哦。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玩 ？Kiwi 姐姐，马上来试试看吧。不给糖就捣蛋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不给糖就捣蛋。喂喂喂，有人在吗？听不见。嗯，星星哥哥好帅哦。不，听见了。啊。还好吧，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帅吧。啊，你明明就听得到。被发现了。那你刚刚是假装的咯。啊，这里是恶作剧学院啊，虽然这是传声筒我一定听得见，但是总要带点恶作剧的成分吧。那你一定是恶作剧学院里面的魔法生。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夸奖啊。我也在恶作剧啊。捣蛋鬼学院上课喽！这一堂课呢，上课不能太认真，上课不能太准时，上课不能抄笔记。这位同学，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这样就是最捣蛋的乖宝宝了。当然，我们来到爱胡闹学院。透过莱特的眼睛看世界，可以看到很多奇幻的景色哦。真的耶，一起来拍张照吧。Go！ 耶！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长的手啊！哈哈，好冷！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Hello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欧北共学院。正所谓蛋不能乱吃，但话可以乱说。等等，不是这样，是饭跟话都要好好吃跟好好说。说的也是啦，有没有看见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啊？我们也赶紧加入他们吧。好啊 ，Let's go。Go。彩色的睡觉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阿宝喽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跟阿宝还有阿妮说。Happy Halloween！ 嘿嘿嘿，捣蛋鬼要来涂鸦了。恭喜两位终于完成了我们这么辛苦的捣蛋鬼学院的所有课程啊，获得我们的结业证书一枚。谢谢主任。恭喜恭喜。哇，一年一度的桃园万圣城真的是太好玩了。真的，爸爸妈妈一定要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搭着我们捣蛋鬼校车上学去哦。Happy Halloween！ 不给糖就捣蛋。捣蛋鬼学院的终极派对即将开场，10月26到11月3号，桃园万圣城变装彩街，惊喜连连。
11月2号，悠悠哥姐陪你一起快乐放电，就在桃园艺文广场，不见不散。